像咱们普通女生哈，怎么样不靠哭泣夸打，不穿喵喵香奈儿就让别人潜移默化的觉得好高贵，我不配。就算你背的是一个帆布包，别人都会觉得你有品位。如果你不是大家公认的那种哈贵气感的风云脸，也没有那种白到发光哈，甚至是肤色可能偏深，平常修图呢会习惯性的去修肩膀或者是修胳膊，在和别人合照的时候哈，明明你的妆容更加的精致，但是总会比别人艳压，不用考虑了哈，你就适合贵气感路线。其实从各方面看哈，我自己的条件真的都不算好，但是呢就是可以给自己找对风格。我自己哈不仅仅是黄皮，而且还是内双，我自己现在都贴了双眼皮，而且面中呢稍微会有点凹陷，脸部的线条感呢其实不够流畅，但是贵气感哈就是能够让我在别人面前眼前一亮。但是像右太风啊或者是那种欧美感，就是总说呢强扭的瓜不甜。如果你有以上这些问题哈，我这个零基础人人看我都能变贵气的超详细攻略不要错过，公主养成计划哈，从现在开始立马关注我。